全球知名的 Toyota 丰田汽车和东森美洲台联合制作的全新美食实境秀节目正在东森美洲台各大频道热播。制作单位上个周末特别前进旧金山，举办了一场热闹的试吃和试乘活动，不止让民众体验到节目主持人艾利克斯开着丰田全新车款吃透透的独特魅力，外加创意料理免费试吃，现场有吃有玩，民众开心一整天。把全新的丰田汽车开到旧金山，并且开放民众坐进去拍照留念，不止让还没有驾照的小朋友可以模拟驾驶的乐趣，活动还开放成年人探索车内各种新配备，感受2015年新车款的独特魅力。你有开过 Toyota 吗？我开过了，所以你觉得 Camry 会建议你去买吗？会。那你看那张照片，你觉得怎么样？还不错，看一下。先看外观不过瘾，民众还可以现场登记试车，从 Prius、Corolla 到 Camry。三种配备豪华的新车款都有，让民众体验完后个个都说赞。现在真的电子电脑方面真的很发达，那个 GPS 啊，以前开的比较老式的都没有，所以很方便。很方便 ，Bluetooth、phone 和 computer electronics 真的很方便。所以你会考虑买吗？再买一台。而迎接活动最高潮，当然少不了美食。只见旧金山节目中，三家神秘餐厅纷纷带来美味又可口的料理，开放民众现场试吃，把这股大胆探索美食的精神发扬光大。快乐时光总是特别短暂，结束旧金山活动后 Vortex Tour 将前进纽约，于2月22号星期天中午12点到下午5点与美国东岸的民众一起同乐，欢迎观众踊跃前往。东森新闻叶荣志旧金山纵。